咱各位同心，大家赞，大家好。三昧困有好无？无介大声，表示困全困无好较济，困无好正常啦，吼、哦。因为我来遮百几届啊，吼、哦，头一暝我一定拢困无好个。我过坡换眠床，我着困袂好势啊。尤其去美国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时差，吼、哦，我转来要调一个月较调会转来。好，那么。等下我呢，佮照昨讲无完的继续来讲啦吼。啊，首先我来讲一个今仔日的新闻啦。今仔我看《自由时报》头版，这个马英九吼讲，咱台湾为纽西兰进口这个鹿茸啦，鹿茸吼，伊讲这鹿茸就是鹿的耳朵里面的毛，迄、那个毛就对啦。你看，啊有这款总统啦。鹿茸啥物话？做鹿茸我唔知啦，就是鹿角还袂定期进前，拢叫做鹿茸嘛。伊家讲迄鹿茸是鹿个耳孔内底摸。哦，啊，咱会选着这款总统哦。啊，咱最近这五年日子真歹过，就是这个原因啦。啊，另外一个原因，我怎么来讲一个故事？就是伫美国，吼、哦、咧开这个国际。外科医学个研讨会，吼啊！即、這个下晡时啊，喝下午茶个时间，啊有三个医生就伫坐人咧开讲，一个日本医生，一个美国医生，一个咱台湾去个。即日本医生就臭屁讲：，阮十年前，阮个纤维手术就足厉害啊！因为十年前，阮有一个五岁囡仔，吼、哦，啊伫火车站落落伫个轨道。叫火车搞过，手拢搞甲脆脆脆。阮用纤维手术甲，算甲医好医好吼。十年后，伊去参加世界钢琴比赛，得第一名。哦，表示讲这个足好个，足灵活个。啊，美国医生讲，啊，阮十年前，阮嘛有一个少年囡仔，十岁吼，迄个车弄一个脚等于爱截肢。阮用鸵鸟的脚甲倒起哩吼，甲移植过，人伫奥运比赛吼，招标嘛招冠军嘞。哇、哦，这大家拢做我陪的，即马这两个咧讲看台湾这个安怎陪，但伊种啊，迄无啥。人阮二十年前，阮有一个中壮年的少年的吼，查甫囡仔，用那车祸头壳弄一个破的，啊脑汁拢喷出来。阮用猪个脑吼，甲移植入去，即卖迄个伫台湾咧做总统，啊，即对咱囡仔则悲哀啊！鹿个耳孔个毛或者鹿茸啊，我真的，然后算好伊吼，等下去弄别，吼，真的被他打败了吼、哦。来，继续讲，啊，若要食。食个鹿鹿啊，耳仔毛吼，去做马英九买，无食只大拢像伊安尼食啦啦吼。来，啊，昨咧讲这是安怎？美国讲台湾袂使公道，佮另外一个原因就讲，台湾内底有两种人啊。吼、哦，我昨讲个，一个本土台湾人，一个外国人，啊，咱哪会咧牵外国人做咧决定台湾的前途？啊，这都不合理啊！哈，就敢那讲，啊，难道咱要装潢，要安怎装潢，要搭什么色的壁纸，敢得爱去问隔壁？免嘛，哦，公道得爱咱排除中华民国哈、哦、在台湾这中国人了，好、哦，咱哪要公道都 OK， 好、哦，所以有两种人斗阵都袂使公道。啊、所以美国是安怎要叫咱发，咱台湾民政府发来这个公民身份证，吼、哦，咱依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发这个身份证，就是要甲台湾人甲中国人切落开，吼、哦。啊，以后有咱若本土台湾人，伊顶面有一个分类 class， 本土台湾人会当摕到 TW 这个身份，啊，若因中国人摕身份证是 CE Chinese exile。就是中国难民证，啊，只干那有 TW 身份证的人，较有资格以后
参加公告人员，吼、哦。所以以后公告人员拢本土台湾人，无像即马大部分的主管拢是中国人，吼、哦。啊，以后有 TW 身份人较有资格参选，吼、哦，可以投票啦，还是做候选人。啊，中国人袂使哦。所以以后台湾的政策吼、哦，要公道，就是爱有 TW 身份人较有资格去投票。所以以后的民政府执政。就拢拢啥物事，台湾的啥物代志，拢咱本土台湾人咧决定，迄阵就无男女对抗啊，哈。哦，啊是安怎？美国要爱咱台湾民众训练四平命，啊，佮合法41万分的台湾政府身份证。哦，这拄我拄啊讲，美国要求这个，就是你起码爱有一个基本的人数，拢支持咱台湾民政府这个论述，啊，这个人会使去做敢若种族教官。去传播咱台湾民政府的法律的观念哈。啊，那么啊，咱训练四千名，就是讲，当初你看阿扁啊，2000年去咧做中华民国联邦总统，结果有一句话该传承讲，换头无换身。哦，敢若顶管这个重要的阿扁啊，的一挂人是阿扁的人，剩咧下骹这嘛是要阁是。拿军的中国人较济，所以阿扁的政策落到下骹拢走正去，人阳奉阴违，吼，无要照你的意思做，吼，啊，所以到尾阿扁啊，就做甲哩哩啦啦，吼，啊，这四千名就是当初蒋介石吼，受着麦克阿瑟一号命令，命令伊的占领军来台湾，吼，伊迄阵就他炸一千个公告人员。好来台湾，啊，迄阵台湾的人口才600万，那么即马咱台湾总数人口才2300几万，哈，啊，所以差不多4倍，啊，4000个，哈，啊，这就是咱等于是一个接收人员呐，这基本的你头个爱清楚讲台湾的地位安怎，啊，咱是啥物想，你若有搞清楚，好，你才袂做唔着代志，哈，好，过来咱来。看第三个主要题目，美军占领台湾的法律依据甲这个迹象。美国军事占领台湾，你认为讲我举目四望拢无看到美军，美军哪有咧占领台湾？吼，但是咱即马为只一个一个来看吼，这个法律来源是为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号开始啦吼。这个一号命令就是由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开会拟定，哈，在1945年8月17日，由当时的杜鲁门总统核准了，授权予麦克阿瑟将军，在1945年9月7日对日本受降日来发布。迄天伫东京外海的东京湾，顶管有一个密苏里舰，哈，伫遐发布的，哈。派些命令蒋介石，你注意看用命令，现在讲用命令，就是迄阵。盟军的最高统帅是杜鲁门总统。那么麦克阿瑟将军是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，啊，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总司令。所以麦克阿瑟与这个杜鲁门总统这个核准的这个一般命令一号，会当命令蒋介石。接受在台日军投降，就将一派部队来，甲伫台湾这日本军的武器锁缴，哦，啊，甲日本军甲遣送等于日本的本土。啊，这是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，伊有权利分配盟军吼，伊去占领什么所在？哦，譬如讲，伊后边的另外嘛规定讲，
北纬38度线以北，这个北朝鲜，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，是向苏联军的这个总司令来投降。哦，伫迄顶悬遐，日本军爱向苏联军的总远东军区的总司令来投降。那么，北纬16度线以北，这个法属印度支那。就是北越，包括台湾甲澎湖，是向中国战区吼，因无讲中国战区，伊讲向蒋介石，单单干来用蒋介石的名，无用中华民国吼，即、这个名称哦。啊，你看北纬38度以线以北，即、这个北韩跟中国东北是向苏联哦，苏维埃政权吼，即、这个苏联。头前有挂因的一个国名，但是互蒋介石一判命令，头前无挂中华民国蒋介石，啥物原因？因为迄当时中国有四个政府，啊，啥物人要代表中国？毋知。因为 因为有一个重庆的蒋介石政府，哦，还有一个，有另外一个是南京的汪精卫政府，啊，还有一个延安的毛泽东政府，啊，还有一个满洲国，啊，什么人要代表中国，无法度代表，无法度确定，所以只干呐想啊，我美国阵营。啊，暂时委托亲美国的蒋介石来代表美国来占领台湾哈。过来旧金山和平条约哈，伊的第二条，美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，敢若放弃管辖治理权，啊，都我昨有讲的，都敢若租土地哈，你若租完了，租约生效开始，迄天你就放弃。迄块土地地上管辖治理权，哈，讲个意思。第23条，诶，确认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的首脑。啊，但是对日本是，这个日本当然包括日属台湾，哈。过来，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拟定是，跟51个国家，这个同盟国来协商，这是。杜勒斯来主导甲分配，啊，这个杜勒斯是美国总统聘任的特使，哈，伊爱负责去甲其他这同盟国去协商，哈，协调讲和平条约条文要安怎写，啊，所以这51个国家到尾伫美国的旧金山，哈，伫1951年的9月7日伫遐开会，作为签署，但是一直到过年4月2日比较正式生效，啊！你签书内底嘛有规定讲，你签书了爱甲这文件送登去恁国家的国会通过了，靠正式生效。但是这51个国家有3个国家无签，哦，所以是48个国家签书正式签书哈。迄三个是无签的，就是苏联，哦，啊，甲波兰。佮捷克这三个国家无签，因为苏联无欢喜讲，伊无得到伊要爱的利益，所以伊无爱签。哦，所以理论上，等于苏联要佮日本要佮是敌对战争状况，渐渐还袂结束，这个意思。所谓的终战，就爱旧金山和平条约，1952年4月28日生效迄天。它就叫做终战，啊，之前迄是停战了，和平条约还未正式生效，发表个简，也将个随时个简哈，好。那么过来就看台湾，美国台湾管理法，1979年的1月7日，中华民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，啊，断交了，
他都阿咱咧讲诶，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吼，等于就失效。所以美国爱赶紧因诶参众议院通过一个台湾美国台湾关系法，就是伫4月10号订立，但是追溯到1月1号生效哈，开当连接迄个麦克阿瑟一脉枪相传落来，即个吼代替美军占领台湾即个法律诶效用哈。啊，这是美国的国内法，吼、哦，我怎讲啊？美国因咧拟定这个台湾关系法，拢唔免跟台湾人参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依靠权力，靠这个义务来定这个美国台湾关系法。咱拢唔捌听到讲有英国还是法国的台湾关系法，吼、哦。过来，1982年，哈、哦，签这个八一七公报，哈、哦，是美国。雷根总统是安那爱对咱台湾提出这六项保证，啊，这有一个原因就是讲，迄当时蒋经国的情报系统知影讲美国要跟阿强啊签八一七公报，啊，这做类似，迄阵1949年国共内战吼，啊，蒋介石迄阵败相已现，啊，美国有发布一个。美国对华白皮书，啊，这个都啊，那是压倒这个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因为迄阵这个白皮书写来，就是讲等于放弃支持蒋介石这个政权，因为蒋介石伊这个政权足腐败，哦，美国都有个援助蒋介石，吼，迄阵比如讲咧对日抗战，美国为着要收买蒋介石的心，因为蒋介石迄阵许日本军甲关到秘伫迄个重庆这个雾都，一半的江山沿海所有省份拢许日本军占领去啊，啊所以蒋介石私下派人派特使密使咧跟日本军咧和谈，准备讲好啊，就互你占去啊，就好啊，好啊，咱即马停战，互你占去啊，就胜利的，啊你也袂占去，即个我蒋介石来管啊。啊！美军因个情报系统得到这个消息，甲罗斯福报告。罗斯福总甲招蒋介石讲：“来，你跟阮来开罗开一个开罗会议。啊，我甲你尊称你往那四大、五大强国的领袖。哦，中国人都上爱民主的，听到讲伊是往那会当变作世界五大强国的领袖啊，中美英法苏有啊，嚯、哦，伊偌爽嘞！啊，就往那真正来参加。啊，杜鲁门甲讲。”唔是，罗斯福讲，你继续抗日，啊！你欠钱，我给你钱；你欠物资，我给你物资；欠武器，我给你武器。哈、哦，就美元就对啊。啊，所以蒋介石听得唔错哦，但是伊个武器拢留咧家己用啊，小部分提出去应付应付安尼啊，无真正咧战啊。因为伊知影讲，战后伊爱阁保留实力来跟毛泽东决生死啦。啊，所以无真正咧抗日，吼、哦，好。啊，咱拄仔讲到，这个八一七公报要签进行，全台湾民心浮动，有钱人就赶紧想办法要办移民，吼、哦，准备要走路，厝地、田地拢咧卖，吼、哦。啊，台湾民心浮动的情形，有可能台湾吼。哦诶，像讲迄种个，迄个蒋经国用个咧想讲，跟较早1949年迄情形个共，所以伊要求讲，若要稳定台湾，你爱美国总统，哦，你爱一挂新战谈话来安搭台湾的民心，啊，这就是即个背景之下，雷根对台湾所讲六项保证，啊，咱来看伊啥物内容。第一种，美国无意思要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，哈。第二，美国未就对台湾军售的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磋商。啊，你注意看这个对台军售，这个对台，这个台湾是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的台湾 authority 哈、啊，唔是对台湾人哦，是对即马这个管咱台湾这个当局哈。过、啊、来，美国未在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，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，
第四，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。第五，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蒋介石。美国未施压迫，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这个谈判。吼、哦，上重要这个，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主权的主张。吼、哦，伊咧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等于美国无同意这个讲法。吼、哦，啊。这六条讲了，当然，中华民国吼，蒋介石、蒋经国这个政权就安心嘛，啊，咱台湾人嘛较安心，啊，就讲未讲，迄个美国出卖讲，甲台湾出卖给中国去哈。啊，你甲想，如果美国那跟咱台湾无啥物关系，伊那如果甲你提这六项保证，好，我甲伊讲一下，你讲。就跟他男女朋友，男方那边甲这个女孩子求婚，哦，当然因进展到有相当的感情哈，啊，你得爱改挂保证讲，啊，你若来嫁我哈，啊，我每一个月，哦，看是3万块，给你买衫裤，啊，5万块给你买化妆品安尼，类似安尼，甲你保证讲，啊，你若来，你拢免做啥物工作，哦，做。做少妇安尼吼，做贵妇，啊，我另外去请佣人来甲你服侍安尼，都安尼甲保证。啊，那美国跟台湾那无啥物关系，伊那得过来甲你提六项保证，来甲你安大你的心，哈、哦，讲这个意思啦，哈、哦。那那嘛，毋捌听讲有其他国家对咱台湾有任何保证还是承诺？哦，你要甲这女孩子娶来做某，你无甲相当的承诺，伊那要给你哈、哦。好，啊，那么看讲，现在新店乐山有一个雷达基地，爱挂美国国旗，这个，这当初预算是得要300亿台币就要做好的，但是2008年马英九中选了，美国为了要加密，伊讲这啊这。中国人通牌，中国人选择总统，安尼，这个爱阁追加预算，差不多加100亿，追加到要400亿，爱你来做加密的措施，好、哦，因为这个雷达是上新的，叫做铺路爪雷达，伊这个征收的辐射半径有3000公里，会当征收去到中国的内蒙古、新疆，吼、哦、啊，连北韩，北韩咧试下大普通。飞弹的是嘛，遵守一定哈。啊，所以台湾人纳税金去中华民国，啊，去要求美国来做这个雷达站。啊，在安尼情形下，你甲想，台湾人开的钱啊来挂美国的国旗，啊，这是咪足奇怪？台湾人竟然像咧做攀安呢？在安尼情形下，咱就会当知影讲，真正是美国咧管台湾，因为这个雷达站是真重要的征收雷达站，阿强啊一举一动拢受这个征收的着，啊，这所有内底咧操作的人员拢是美军，只是因拢穿便服，哦，爱外围所谓较是中华民国国军，哦，啊，所以伫安尼情形下，你甲想。伊遮所有得到的情报，拢爱链接去到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，伫这个夏威夷迄个总部遐链接位啊。中华民国的军人袂当入来内底，吼、哦，因这是一个足机密、足重要的一个雷达站，哈、哦。啊，为遮会当看，你美国你敢会当去中国，还是去北韩，去啊起这个雷达站去挂？这个机啊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哈、哦。迄唔是你的国家，嘛唔是你管的所在。哦，只有台湾，因为是美国军事占领，美国随时要做啥，伫台湾拢 OK， 哈、哦。因为伊是正港的头家啊，哈、哦。蒋介石只是美国派来伫台湾的一个代理尔，
就你甲当作讲，像麦当劳总公司派来的，派一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管台湾这间分公司，讲这个意思哈。那么到底是对一个的人咧替台湾的渔民咧富裕哈？啊，咱来看这张图，啊，这个去年的三月，啊，咱屏东小琉球这个渔船船长，迄个菲律宾的公务船的人甲拍开枪拍死了，所发生的哈。那么，迄阵台湾民怨四起，哦，马英九紧张，就赶紧好，也无派海巡署的上大只，什么德新舰哈，即款来都派出去。台湾老百姓讲，安尼也无够力啦，好、哦，啊，即嘛就讲，怎么派基德舰出去？啊，即个军事行动啊嘞。但是你甲注意看，现在从顶悬挂美国国旗，半中在只挂中华民国车辆旗。即代表，即个指挥权是美国嘛，毋该会采相关，啊，美国嘛无希望擦枪走火，所以拢美军有咧遥控，为遮会当看到讲，台湾真正是美国咧军事占领，只是爱为细微小说来看，美国人也无爱大张旗鼓，互咱台湾人讲感觉讲，啊那。北京人咧管咱五京人，吼、哦。那么，其实中华民国三军战争时阵呢，指挥权是伫美国美军太平洋诶司令长官，吼、哦。即点就是讲，平常时美国放散弹，吼、哦，恁中华民国三军安那不无要紧，但是伫关键时刻，美军就出现啦，吼、哦，尤其伫那真正有发生战争，美军随接手。对指挥这韩国嘛同款咯，韩国因的指挥官是韩国人，副指挥官美国人，但是呐，南北韩战争发生，哇，副指挥官美国起来咧领导作战，后来美国核电这个意思，咱来看，你若当选流亡中华民国总统。拢爱接到美国的核电，啊，这就敢那麦克阿瑟一般兵的一号，和蒋介石迄个时阵迄个一脉相承，啊，咱来看2004年3月19号发生枪击案，319枪击案，阿扁也当选，这个哪样做唔惯的，来霸占这个凯道，啊，咱咧迄个时阵，咱咧等，另外咧等美国白宫核电，迄个心情，咱应该拢自由心，好吧？迄阵就是枪击案发生，阿扁也敲电话互联总，因为联总两个加起来差不多60%的这个占迄个什么这个支持率嘛。啊，所以319枪击案迄个波发生了，迄个案，这算重大事件，所以阿扁也就敲电话甲因两个讲，啊，发生遮大个事件，敢要阁选落？啊，连长想讲，啊，阮两个稳赢，稳体位，继续选无要紧，明仔台湾要做，阮要做总统啊，答应了，讲继续选无要紧，哇，结果煞输20000几票尔，啊，这20000几票你甲换算了，拄啊输0.228，哇，感觉二十八输惊，较会安尼，才拄好吼，啊，所以哪样煞做唔惯的嘛。连续差不多一礼拜，拢无美国核电拢无来。啊，迄阵阿扁也跟迄个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理事主席一个夏新吼，迄个查某的拉丁裔的吼，算交情袂歹，就拜托伊讲去问看白宫是安怎核电一礼拜也袂落来。这个夏新真正伊甲敲电话去问，白宫甲回答讲。只要恁中华民国的中选会，那把这个当选的证书打伫公告打出来，我白宫的核电半点钟来睡觉。啊，所以真正，因要来打这个中选会的这个主任委员叫做黄石成，要来打这个公告，哪样嘛知影，都派一堆人伫遐咧动，
啊，日军的嘛知影，嘛派一大队人伫遐咧高飞互关羽打，所以伫遐钱甲玻璃啊，真破吼。但是打起迄个水用拆，拆迄个哪样甲拆，但是打起迄个瞬间，人连拍的迄个摄像机就摄到啊，把这资料送去互美国，所以白宫好点半点钟啊，真正就到伊啊。哪样就是听着讲，白宫的贺电搞啊，伊就知影讲大势已去，因为大老板已经升任，即摆新的总经理叫嘛就叫做陈水扁，所以知影个乱袂落啊，所以就溃散去，凯撒格兰大道遐人也拢散。吼、哦，安尼你看，伫遐舞要几礼拜，咱另外迄阵的心情，大家应该拢知影吼。为啥就一旦看着讲，台湾的叔叔行行，都爱美国。点头，美国说了才算数，哈、哦。所以台湾即马咧乱，即拢是茶壶内的小风暴。哦，只要无影响到美国的利益，美国拢袂出手啦，哈、哦。好，那么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，哦，我就先讲到遮。啊，即个军事基地对比哈，即个我大家看，只要遮你主要看，遮个红色的遮个所在。所涉的基地拢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涉的基地，咱台湾嘛有一个清泉岗空军基地。好，今仔我讲到这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事，我无休困，继续上课。